来看这个配备，你就知道，现在来安排。老人少年陪看了欢喜哈，来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帅哥们，哇，还有欢呼声嘞，来弄阿伯有男朋友嘞哈，所以有需要跟我讲一下哈，先跟我讲哈，好，谢谢两位精彩表演，那他们再准备一下了哈。